哦，大大大，谢谢。这是造船的，我们。我这一看，这哪里？这儿有个乌鸦。 来了，中了！线不要去拿线，中了！刚死也没有啊？上鱼嘞，厉害！慢慢来啊！ 啊，不是追的了，刚刚死的，烫到了，小舅。我给你漂下去，你收啊。哎。这个鱼好吃。好吃是吧？嗯。 一百多一斤啊！老金，你快一点！这个鱼，哦，大大大，哦，谢谢。放线了，你这个鱼穿下去，你手不要拿线。不要去了，不要它穿出去了。啊哈哈哈哈哈！王一条就完了。你刚刚问那个鱼缺货你了？一般来讲，这个你这个钢丝不装啊，很容易断掉。对，我说我就是怕断掉。线不要去捏啊！来。 这条应该跑不掉了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使劲使劲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啊，有这么难吗？哦，1000块到手。这个鱼好吃，这个鱼最好吃。这个叫什么鱼啊？藏跳，麻油那边五鱼就是这种鱼。 又来一条，又来一条，好跳，好跳，哎呦，还有，就是这个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啊！造跳，麻油，麻油，我来搞，没事，你去摔好了，我来搞。 黄水下来了，哎呀，到处都浑了啊，不能钓了，不能钓了，跑去钓鲈鱼嘞，哦，黄水摸鱼。 下面都是，哎，空空炸饭我，下面全是小烧烤。我去炸红的这条片，我有上大路去的，帮我去装啊。哦。
下面全是藻，都是小藻球。全是，小糟跳，下面还有一条。小刀跳，两条嘞，蜡黄蜡黄的这个刀跳，跑掉一条。又是两条。好嘞，我叫你。弄的，哎，我嘞，50块钱都到马六啊，啊就刚到就买了路，什么时候搞我？3块钱吧，是吧？是呀，撤退回家啊！到家了，哎，他们的渔获啊，一条脏跳，都是脏跳。阿杰给我那个拍个照片，都会发给我。我也放上了。你手机呢？我手机在上面。我自己拍啊。哎，你自己去拿去，再放，你先放着吧。我也放上了，你说。还是每天回来洗船累。